来吃吧。好，那个。先吃薯条啦，薯条要趁热吃。没有盘，没有那个。我们来到了早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早鸟哎。早鸟。早鸟。你有没有盘那个？早鸟，你先吃，这个就不错哦，这一份80块，你先吃，这个可能有版权的问题啊，没关系啊，没有盈利没关系，我们看好不好吃，哦，切的哦，猪排，感觉还不错哦，80块，它的肉是软嫩的，哦，下次，那应该是小肉这种做成那个薄，对啊。那个具体是叫什么？嗯，那你吃我的看看，你吃领导爸的，我来了几分钟了，你先吃，你先吃啊，我放一片的，先吃我的这个汉堡，薯条看看，这薯条是那种脆薯的，还不错，你先吃我的。嗯，还不错。它主要不是那种便宜的。嗯，不错，连锁的。也可以，不错。肉呢？肉可以。肉啊，不是那种。有肉。它那个。先。用偏的哦。现在这种。现在这种。它至少是。吃这个肉都会呛到了，好不好？看爸爸妈妈。这个薯条很棒，偏油一点。好。嗯。加胡椒了。啊。好吃。嗯，够香。哎，你吃东西没有唱过啊？应该没有啊，都是这样的，惯习。吃东西是那个，它这个豆浆也不错喝，清爽。要加日的。放奶太好了。嗯，不错。这豆浆15块，没有贵。然后店的装潢是这样子。刚才拍过了，冷气蛮冷的。你要吃香干吗？不用了，你吃就好了。感觉不错了。OK， 好，影片结束了，拜拜，再见。